我们年轻的时候走到一起很不容易，所以都很珍惜这份感情。可是从我认识他以来，就有很多人追求他，他也不好好处理这件事，让我很苦恼。我觉得我老公实在太小心眼了，很多事情都太计较，因为他好多异性朋友都不敢和我来往了，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总是好面子爱大方，钱的问题上从来不问我的意见，这让我特别不舒服。现在他又迷上了直播，天天和我不说几句话就一直坐在手机前，我不想让他直播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直播正好满足了我的心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因为这件事总是和我吵架。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侯先生56岁，来自吉林退休，女嘉宾李女士60岁，来自吉林退休。欢迎两位啊。欢迎两位。56啊？对，看不出来。60啊，更看不出来了。有一个特别不让人踏实的老婆是吧？主要是吧，到咱这节目嘛，把我这个心里话说一说啊，让大家评评理啊。行行行行，您给说说。从半年前嘛，我爱人嘛，哎，我爱人他开始做这个直播，里边吧送点礼物，说你唱个歌吧，他就得给人唱个歌，说你跳个舞吧，他就得就得跳舞。不是，完了我心里边就不得劲儿。不是，您做的什么直播呀？抖音直播。开美颜吗？开呀、啊，直播必须得开。别人让您唱您就唱，人跳就跳啊。我直播的形式就是这样的。说我年龄大、嗯、那个我关注一个上海的一个老阿姨都80多了、啊、她每天还在直播。这个我觉得直播不分年龄应该。对啊，大姐，是不是、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啊、是不是啊，都直播，现在是互联网全民直播年代。对对、啊、不过我挺想看大姐跳个舞的、啊、表演一下才艺。那都献丑了吗？来吧来吧，没有没有没有，来来来，我们欢迎欢迎一下，欢迎一下，来来来，准姐现场来，一位准姐来开始开始。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也开了相约的序幕。后面的词我也记不清，你随便发挥就可以啦。说实话，跳的还是真不错，掌声在哪里？呀，哎呀，我真没戏了，我这腰都找不着了。女版张帝的风采啊，有女版张帝老师的风采。哎，我觉得大姐很投入，哎，非常对，跳的还挺轻松的，而且她特别陶醉，对吧？不错，这个我觉得可以直播嘛。对，我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的意见都是次要的，大哥，您觉得呢？我是怎么想的呢？直播吧，现在虽然是大家都在玩，但是吧，我认为呢，应该跟你自己的这个年龄段呢是相符的，对吧？你看，慢慢就到什么程度了？哎，刷礼物，嗯，这好吗？这个？对不对？你要真点播一点编织啊，弄点书画啊，做饭呢、啊、这都可以播嘛。对对 对, 对，我不是说直播不好，我认为呢你得就是掌握住这个度。哎，我这个意思。他还老说我小心眼儿啊，他说我小心眼儿，一说我说本来就小心眼儿，那些吧都是直播当中的互动跟粉丝，是不是、啊、人家给你送刷礼物了，人家比个爱心，那是不是很正常的？嗯，这个我也不太懂。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其实我也落后，您也落后了，我也落后了、啊、我们要鼓励新鲜事物是吧？但是我感觉呢，你这种呢我就接受不了，我作为丈夫，我作为男人，是不是？行，我就很难接受。这一番就过去了。 OK, 还有别的心里不舒服的吗？有，他说我小心眼啊。你是小心眼吗？我是这样哈，你说谈恋爱时候吧，我俩就是自由恋爱就确定关系了，但是你说那别的同学啥给他介绍对象他还去看，你说这算我小心眼吗？你再有，你说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啊，哎，别的同事还有追求他的，这不是跟我竞争吗？包括单位，你说分一些东西，就马上就帮他送家去了，那你说我能不吃醋吗？那我能不小心眼吗？你再说我小心眼儿，那是为了爱你呀、啊。你我要是不爱你，不小心眼了，我就不管，看不着就完事了呗。那我还那啥，我还大姐，看来年轻的时候在单位里面。那追求者众多，周群老师的风采、啊。等一下，什么叫大姐年轻的时候？人现在风采也依旧。我不是不太会说话，真是。大姐，您想当年追求的人很多是吧？是哈。嗯。那你怎么就看上大哥了呢？这个也说不清。这我自己说。
在我状态，我都你说我恋爱的时候，那我都为你做出多少？我早上起来我就去接送，那时候我们骑的那个二八凤凰自行车，二八的那个，那就那个大红梁，哎，早晨去接，晚上送，中午都去买饭，是不是？包括后来我家里不同意，我都绝食。是，这我都在心里，确实很感动。最终咱们不也是走在一起了吗？自从我这直播以后，就跟我俩就整个他变了一个人。以前他性格可好了啊，现在对我特别。现在就总挑我毛病，不是挑毛病，你担心什么呀？都这岁数了，谁能给我领跑了哇？是，从直播间出来能给我领跑了哇？我是这么看的啊，你说给你刷点礼物，慢慢的总来的，加个微信吧，加个私信吧，最后我约你吃饭，你去不去？确实有这个事儿吗？我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它指定是存在的。不是您是怎么知道的？他不播他看，我看别人，我就劝你啥呢？你就低调点，好吗？哎，我是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我去，天哪！哎，你没试着开一夫妻档的直播吗？哎，他说太对了，主持人啊，这个建议我就跟他说了啊。我说你看你担心我是不是？咱俩开个夫妻档，他不同意啊，怎么说都不同意。为啥？我主要这个直播形式，我说你要是播点编织的，我给你说这个您可是说过了啊，这我们就不听了，车轱辘话了。听来听去也没什么影响啊，直播也关了。您还有什么心里话？您都说了，就是他这直播不同意嘛，完我就现在不播了嘛。不播了，现在还小心眼吗？小心眼啊，就是同学出去就是那个聚会了，男同学多一点了，男同事多一点的话，情况那不带一样去的。现在还是这样？还这样。我说你要去了可以，我支持你，但是我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不能拦着我。我说我的聚会可多呀。我小学的同学，我中学同学，我的大学同学，我的同学特别多，经常聚会的。你要去的话，你就不能拦着我了。这样他才不去的呀。不是，那您去聚会啊？同学聚会这个事儿，我也非常不看好。不是，您怎么把同学聚会说成了一个？就是啊。怎么了？这同学聚会？不，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弊大于利。您说啊，您没参加过同学聚会？对，我没去过。就说那里有问题。您都没去过，怎么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呀？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吗？我替大哥说啊，同学会，同学会，拆散一对，算一对。我听明白了，就是他阻止您去参加同学会，因为他不看好这个事物，是吧？他觉得这个事物是有问题的，吃醋吃一阵子可以，不能吃一辈子啊！这么吃，你累不累啊？我不累，我主要是体现我的爱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也相处，你们结婚多少年了？三十多年，37年。他是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这点信任还没有吗？都不是没有信任啊，我得就是一个是爱护，一个是关心，可能是关心的多一点了，就是他就感觉不太舒服。您过去从事什么职业的？两位？83年我俩停薪留职，自己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啊？开饭店。饭店。哎，别说开饭店呢，我们那个我同学朋友去饭店吃饭，哎呀。我就送东西啥的，免单呐，这都给他都不高兴。咱们饭店是不是也得赚钱吧？啊，那你说你今天朋友来，明天同学来，一回不两回的行，你来的太长，太经常了，你今儿个免单，明儿送酒的，那咱还赚不赚钱？你说是不是？是。完了他就不愿意。同学朋友来是来给咱捧场来了，是不是？你说你好意思收人钱呢？那不就是挣朋友和同学的钱吗？他挺好，不是没有那个不就这样吗？朋友是礼尚往来的，发一发挣的都是朋友和同学的钱。我说两句，还说朋友呢，就说直播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他就跟人说直播这么好，直播那么好，完了呢，别人设备不全。他帮着买送什么声卡呀，什么什么灯啊，什么架，那就那个档次差不多的，就得五六百。对，哎，那一送好几个人，陪着大家一起玩。再说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哎呀，那直播你挣钱，那你这么就搭钱呢？你不是挣钱嘞？直播这听了，我直播我也不是为了挣钱呢。那你啥呀？我就是圆我一个儿时的梦。我原小时候吧，就是喜欢唱歌跳舞。原来就是忙生意，忙家里，没有时间就是圆这个梦。最后现在退下来了，生意也不做了，是不是啊？也家里都啥负担没有了，我自己开心一点不好吗？对呀，那你干嘛阻止人家完成梦想吗？我这么一听，不是，那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梦想吧，就是比如说我也有梦想，咱们这梦想，咱们能不能夫妻间咱们那和睦的解决一下，咱再完成梦想呢？您的梦想是啥呀？人家梦想就是直播。我的梦想，我就做一个好厨师，我是国家一级厨师，那不是挺好的吗？你们家谁做事儿谁做主啊？家里事儿，我小事儿我都不管，就是家里面的事儿，其实是大姐主导。
是这样吗？嗯，那我管钱。所以他这个小男做饭子归他管。哦，做饭归他管。对，所以他这个小男生脾气，您还是会忍让的，是吧？因为我俩不就是一见钟情，自由恋爱啊，感情还是在的，有的。啊，所以有他生气，我肯定也不舒服啊，是不是？完了。所以你们俩今天来干嘛？我倒挺欢就想大家能把他说服了，让我继续开直播。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开这种形式的直播，是吧？嗯，对啊。我听明白，就是您觉得您妻子是可以直播的。对对对，我不是反对直播，不能以现在这种形式。哎，这种形式我跳舞来直播，这种形式不好，这种形式特别不好。不对，他说那种直播，那你说织毛衣，那我不会，那我能播那个吗？对对对，今天是一个相爱夫妻之间因为直不直播而产生的冲突，对，想解决这个矛盾。啊，对对对。今天你们能不能放飞大姐的梦想？我来看你们的。等一下，我来啊，咋的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吧，大哥，我觉得你是对的，一个女同志抛头露面，还直播，还跳舞。还接受别人的礼物，太不像话，不成体统。你是怕大姐挑战你的江湖地位吧？没有，你听我说完啊。我觉得大姐这样不合适，而且她在这个直播间里，她还叫房间是吧？听着这个词儿就不舒服，心里。我特别理解你，你被关在门外，别人在那屋里刷礼物，这肯定不行。我建议换一下。大姐，你不许直播了，以后你听到了吗？你不能直播，你这样影响她，她情绪不好。你把房间门打开，你走出去，广场舞上一片沸腾的海洋。哎呀，多少帅气的老先生跳得可好了，你跟他们跳一段。这先生更疯了。你们怎么能把好好的直播呀，广场舞给你一说就说得不对了呢？我没说不对，我就是特好奇，我觉得这直播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哎，大姐，这粉丝有多少啊？我没播多长时间啊，大概齐多少？将近5000多。哦，厉害厉害！哦，没播几次就5000多了，对，就厉害了。你没跟他们线下？没有线下没有任何线下交流，是吧？就是有留言的，我都不从来不回。您是不是害怕他从线上到了线下呀？对对，大姐，你知道大哥怕什么吗？嗯，大哥是因为不懂，所以害怕，而且他还怕你火。你这个火的速度会很快的，因为没播几次就5000了，太厉害了。所以呢，就是老公不同意啊，他怕跟你拉开距离，然后呢，你那个世界、你的兴趣他参与不进去，他就慌了。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得拉着他一起参与，而且大哥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巧，那就是做饭，是吧？我有厨艺的。兴许你要去直播，比大姐火得快。哎，他俩可以这样。而且，哎，我唱一下，这女士唱《走过咖啡屋》，跳一段，然后就接下来请欣赏我先生给大家带来的甜点制作，然后跳一个新疆舞，说接下来请看我先生的大盘鸡。观众全跑了啊！到底看啥呀？这是个很丰富的组合呀，秀色可餐呀，又有秀色，还可以餐。哎呀，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好抓眼球，秀色可餐的，就这么定了。哎呀呀呀，很少见啊！哎，这个我其实挺反对的。哦，为什么呢？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跟大家分享嘛。对对对，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老公呢？关键是老公不让他去玩嘛。所以得带他一起吗？明白了。其实老公了解了之后，他就放心了。我肤浅了，我肤浅。因为这个抖音的这个粉丝啊，不像微信的那么互动性强，所以留言你不回，你可以把这个账号啊交给他打理，你只是表演。我觉得不能以爱的名义干自私的事儿，因为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呢，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人生追求。我们虽然是组成了一个家庭，但是每个人追求梦想的权利还是要有的，对吧？对。我尊重你的意见和尊重你对我的梦想进行一些指导性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也请你尊重我的梦想。所以我说的稍微深了点啊，但是总体的意思就是，谢谢你们向我们分享了一种爱的方式，在这个年纪，能把日子过得这么有烟火气息，还能因为一个直播，然后两个人争风吃醋，我觉得特别的生活特别有意义。但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尤其在这个年纪，彼此更应该给一些空间。我想跟先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人心如果想跑的话，什么样的方式，做饭，什么您说的编织是吧，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直播都会
被人拐跑的，因为他心就不在您这儿，不在这个家。那别人一夸他说，哎呦你饭做的可真好，这个我们出来吃个饭吧，哎呦你这毛衣变织的可真好，你送我一件吧，不也是能发生一点什么事儿了吗？所以最重要的核心点是在于大姐她的心在哪，她愿意干这件事背后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如果你摸清楚了这个，我觉得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心结就解开了。你对大姐这么好，你这么爱她，你觉得她忍心离开你吗？或者忍心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嗯，咱要自信。我就一直琢磨，我说怎么整？我觉得大姐这个是个梦想，对吧？对。我给你们个建议啊，我觉得特别好。你倒是能火了，就是大姐在那儿直播的时候，你把她直播画面对着那个直播画面，你跟网友讲感受。你说这是我老婆，下面他们要刷火箭了，我看到他们刷火箭，他跳舞的时候，你真实的心理想法你就说给网友，你肯定火了，就把你今天上台的那个又酸又小气，看看点事儿有点小偏狭的那个东西你说清楚，代表了很多中国男性啊，到了这个岁数了，有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至少这么多年，对于这个女人的人品和人格，您应该充分的自信。她怎么可能出事儿？她怎么可能就跟人跑了？那怎么？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怎么就能被曲伟这样的男人骗了？不可能啊！你有了这个，你什么都不怕了，对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看看大哥会有改变吗？请开门。来来来来来，那手牵手，您这出来就意味着您发自内心的同意大姐直播了是吧？我还是有所保留。那您应该走啊。他想拉着他走，他没一个人走，他要把他拽走。他大姐在这儿，大哥能放心吗？站你身边。什么呀？他把大姐一个人留台上，他不放心。他哪里是不放心我呀？他是不放心这世界。来，人好好过日子，来站到那个前面去。来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啊，
辛苦你。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